要回去，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个这个最近才设计好的，那这样。那这是去英国学回来的，只是我们把八种咒语放在上面啊，然后只要风一吹，那等于八个佛都在诵经啊。啊，这个颜色是按照他们的颜色，但是各位你回去装的时候。